今晚咧就试一下一啲特别嘅菜式啦。即系多伦多系一个好大嘅multicultural 嘅一个大熔炉嚟噶嘛，加拿大啊，每年都唔知接收啊几多唔同国籍嘅人嘅移民啦，形形色色嘅人都有啊。咁啊，所以冇理由淨係食中日韓啊、越南啊呢啲亞洲食物嘅，我哋應該要接受更多唔同嘅種類嘅食物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嚟到食 Georgian food， 就係喬治亞呢個係國家嚟噶，唔係人名嚟噶嚇。食Georgian food， 咁啊，我揀咗呢間，因為睇咗 menu 都似樣，咁啊，所以就想試下，然後睇下可唔可以值得推介啦。大声啲啊！有烟噶，睇过呢个系菠菜，菠菜蓉加好多 nuts。For some reason 咧，佢哋用好多 walnut 啊吓嗱，大家睇下呢盘嘢，呢个系一个 walnut 嘅鸡嚟噶。咁我估又系要捞埋啦。Yeah, chicken. And peel is hard. Thank you. Thank you. 跟住 Georgian 嗰啲湯咧，嗱呢度，佢哋嗰啲湯咧係有飯㗎。呢一間已經算少料啦。我去過有一間咧嘅材料咧係個湯大過呢個一倍，嗰啲肉啊好 chunky， 好 chunky， 食落去咧成個 meal 咁樣好正。我諗佢哋天氣凍啊嗰度。食呢啲湯咧，冬天好暖。我而家每樣都試啲先。從來未食過嘅味道。你諗下，將嗰啲 walnut 中碎咗之後，咁佢加咗一啲可能係雞湯底或者係啲汁醬鹹底嘅嚇嘅嘢，然後煮落一啲雞肉嗰度，非常特別。同埋嗰啲 walnut 已經打到碎曬啦。好好吃喎、哦，咁我哋又試下呢個啦，同埋應該好有營養啊，咁多 nuts， 我唔識講啊，呢啲味我真係第一次試，咁即係好冇味啫，好食啊，好食啊！如果咧有拖拍嘅人咧，或者想 impress 一下你嘅伴侶咧，試下帶佢哋嚟食下呢啲唔同嘅菜式啊，好暖胃嘅牛肉湯啊！好好食啊！有咩裏面啊？講下羊肉啊！我哋嗌咗羊肉，這個餅咧，佢烤得好脆好脆啊！好似啲東北大餅，但係仲要脆，仲要脆，好脆噶！這個羊肉好味，這個湯真係好好食 ，Georgian 嘅湯真係好好食，好似一個有羅宋湯有啲牛肉嘅。羅宋湯撈咗飯咁啊，又暖胃又飽肚啊！我哋嗌咗個羊脷啊，即係羊嘅嗰條脷啊。點解好似切緊花膠？佢呢個係洋葱嚟嘅，試下先。係咪凍噶？熱噶。雖然好酥。但係好好食，因為咧食過牛脷嘅人咧，或者豬脷咧，都知道脷係有啲淋淋地嘅 texture， 又有啲 fats 咁樣咧，所以食落喺個口感啊，好特別，好軟熟，好似發㗎，你睇下，即係真係好腍，不過好酥啊，即係唔係一般人可以食接受得到，你試下。好特別，係有啲酥嘅。佢好中意食羊㗎，佢都話酥啊。但係真係好特別，但係好流㗎，唔食得多，但係真係好特別。只能夠用特別嚟形容。哇！這個、呢個就Georgian 嘅，好出名㗎嚇。呢一個係一個麵包上面咧，就加咗芝士一齊去焗，然後再打一隻半熟嘅蛋上去。
咁啊，好多 Georgian 嘅餐廳都必須要 serve 呢一個 traditional bread 嘅。咁唔開心啊，因為咧我最憎就係整爛啲蛋黃嘅，我通常咧就會成隻啜咗佢嘅。但係呢一個食法咧就必須要撈咗佢成個咁樣切，冇辦法啦，真係要做一次。忍住傷痛，搞佢個蛋黃啦。個樣幾唔高興，流曬啊！唔好咁啦，流曬。試下先，我唔食個邊啊，我鬼！唔係喎，個邊又好似好香脆，食咗中間先。咩事啊你？好好食。講下有咩味覺喺裏邊？芝士，一個香到不能再香嘅新鮮出爐麵包。佢個麵包唔係話 bread 嚟噶。佢有啲似咧，好似啲酥皮嘢，又唔酥皮啦嚇，即係啲皮拆成嘅一個刀，然後加咗啲蛋黃啊，滑正。到我啦！哇，個芝士味好香濃，入口好滑嘅。不過如果你不喜歡吃芝士，真的不要吃這個了，但是喜歡吃芝士一流，它那個刀加那個蛋黃再加它的香濃的芝士是絕配來的、這個、然後這邊呢就有好像 dumpling 的，我給大家看看它多大隻，這個我的手，它是很大隻的，它的樣子當然就令大家想起小籠包了，是不是？那它的來源呢其實是來自於中國的，咁啊，我哋唔撇除好多中國嘅餃子嘅 history 之外啦，咁其實咧依一個 Georgia 啊，同埋佢附近，即係譬如啲東歐啊嗰類嘢咧，係受到絲路，即係絲綢之路，同埋當時十三世紀、十四世紀嘅時候咧，蒙古人咧就入侵咗佢哋嘅國家，帶咗好多啲中國特色嘅食品去啦。咁所以咧呢、這個大籠包咧嚇、啊，即係佢唔細啊嘛，唔係小籠包。呢、這個大籠包咧，絕對就係喺嗰陣時就入咗中歐嘅東歐。鬼大隻！咩餡啊？呢、這個羊肉啊！我哋嗌咗又係。又係。哇！喂，漏汁死！咦，佢有汁嘅喎，好傳統下喎，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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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算啦算啦，攞個包飲佢。完全就係外國人嘅羊肉餡，釀咗入去一個小籠包嘅大咗嘅小籠包大籠包嘅皮嗰度，好搞笑噶！如果食唔慣羊肉咁樣嘅咧，就會有啲怪。咁啊，但係對於我嚟講，其實佢係好食噶。但係佢有其他餡噶嘛？係啊，其他餡有牛啊、豬啊，同埋有芝士啊，好似。大到佢塞唔入個嘴。佢個味好食嘅，即係配嗰啲香料啊咁樣撈得好好食，只係唔夠我哋中國人嗰啲小籠包細緻咯嗰種感覺，但係其實另一番風味、啊。因為人哋係大籠包啊嘛，係啊，好粗製濫造嘅大籠包。跟住呢一個咧係一個雞嚟嘅，我哋都唔知道有啲咩，不過我諗佢哋啲 traditional 嘅汁啦嚇，試一個先。香草、番茄、洋葱、芫茜，跟住加呢個。有咩飯啊？羊肉飯。冬天食呢間嘢真係一流，暖綠綠。哇！
好似新疆手抓飯、羊肉手抓飯、手抓飯，真的好像啊，唔係講笑啊，好似啲新疆嘢啊，唔知又係咪阿鐵木兒帶過去東歐嘅咧？有幾出奇啊！其實我哋大家的文化都是換嚟換去，溝嚟溝去。呢條雞好吃喎、啊！咩嚟㗎？腍到不得了啊！我再試一次俾你睇，喂，好好吃啊！呢個雞，試多次俾大家睇。你拍住我嗰嚿肉喎、啊。好，我拍住你嚿肉。爛咗。爛了，它應該煮了很久啊，這個雞肉，所以很入味。它這個湯汁呢，不是什麼番茄、香草、洋葱那麼簡單，濃很多的，還有香很多的，它這個雞是很好吃的。這個雞好吃，這個手抓飯你可以在新疆鋪頭吃得到，不用來佐治人餐廳。羊肉手抓飯，我覺得不夠我們中國新疆那些好吃，因為這個呢啲飯本身佢係個米唔同嘛，所以淋很多，同埋嗰啲香料也都不夠濃，不夠刺激。吃這個傳說中話好淋喎，即係好淋喎，好淋嘅雞。哇，好入味！係啊，啲汁好好食啊！係啊，非常好啊呢、這個。哇，好飽啊！叫了很多嘢食啦，真的很多嘢食。咁啊，都是因為真係想嘗試，有一次機會嚟到嘅話，就盡量吃啦。咁食到你睇下已經外賣很多，餘下呢個禮拜咧都會繼續食 Georgian food 啦。咁我想講咧，其實佢所有食物咧，我哋揾到亞洲嘅影子啦，揾到俄羅斯、中東、東歐嘅影子，因為佢真係 part of 絲綢之路嚟嘅以前。咁好多食品我哋都好熟悉，但係又好陌生，好奇怪。咁所以我覺得真係要試一下啲唔同國家嘅嘢。咁我 Georgian cuisine 咧係幾特別嘅，值得推介。